没错，主播观众，之前这芭乐真的是好贵，对不对？根本买不下去。但是现在你看到我刚刚买下去了，因为现在产量回稳之后呢，它的价格下跌了。现在平均呢每公斤只要40块钱，所以我刚刚买两颗。80元有找就能买到了。好，芭乐现在变很便宜，所以现在农业部就鼓励大家多买多吃。但要怎么挑？它其实也交战了，包含说你可能芭乐摸摸看，最好呢它是沉甸甸的会是最好。再来说，你可以观察它的外形，如果说它的表面上是有凹凸不平的，不用太平滑，这样是最 OK 的。颜色部分呢，像是这样子淡绿色，或者是有点偏黄，那是最适中的。如果说挑好了，那要怎么料理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图表这边怎么料理。其实他就分享了三个方式切法，包含像是韩式的切法，你看到他竟然是把芭乐这样子切变成片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对于韩国人来讲，这样子是呢梅花形状，感觉是简单又美观。所以他在切的时候，下面还有图形可以看到，他就是简单这样切好以后，就可以这样一刀一刀切下来。哎，不过台湾人比较习惯的切法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会把里面的籽给刨掉，刨掉之后呢，会把它切成长条块状，因为这样方便这样一口一口吃，像是盘子这边你可以看到的，而且籽呢就完全都清除了。不过这样子两种方式，懒人说真的好太，我完全不想这样做，太麻烦了吧？懒人会怎么切呢？你看到一颗芭乐就像这样子，他就把它在上面划几刀，然后呢再给它横切，这样子就可以吃到这个肉，还不会吃到这个籽。好，但是还有人说这样还是太麻烦，对不对？真正的懒人会怎么做？他可能洗干净直接用啃的，当然是最最方便了。但是大家切法不同，当然你会不会吃籽好像也不同。你看到其实呢有很多人呢会把籽给挑掉，但也有些人呢会特别去买籽，他特别爱吃籽。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哦，你要搭配足够的水，因为呢这个籽呢你必须要搭配水才能够有达到这个肠胃促进蠕动的效果。而且农业部也提醒哦，吃籽其实很 OK， 多吃也没关系，对于身体来讲它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高。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芭乐的部分，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在其他水果。其实各个国家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包含说你看到这个是草莓，你知道吗？在韩国的话呢，它再会把这个除了我们会把地头去掉嘛，台湾的部分，但是呢在韩国的部分，它会把上面包含白色的部分也整个都切掉，然后再对半切草莓，看起来就比较好看。那么再看到的是在芒果的部分，台湾人有些人削皮哦，但是呢再看到韩国他怎么做呢？不会削皮，而是会像这样子，我们看到右下角这边他会把它剥开来，然后呢就会变成这样子，像是九宫格的感觉，一个一个吃，这样扒开来吃，所以就这样子吃，好，也不用去去皮什么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是橘子的部分，台湾人呢其实常常吃橘子哦，我们可能边剥边吃，还在吃的时候还在下一半可能还在上面，然后吃的时候再这样子剥。但是韩国人他会怎么吃？他会切开来吃，把每一块每一半呢都把它剥好，然后摆在盘子上。好，当然说可能有些人都是相反的，你不一定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某部分人才会这样做，但相信大家有共识，就是水果好吃就好。